个果实的颜色，它自己日本叫什么 TC83 啊、21、18这些，它的颜色就比较紫色一点，非常的一样啊，就是紫到有点看不到那个上面的斑点。这个非常有特色，那再来也有一些这个黄色的底气。可是我觉得吃起来也是很酸，我觉得它。